蓝色的车是我小兔瑞贝卡的，用钥匙打开车门，开车去上学喽。黄色的车是我小羊苏七的，用钥匙打开车门，开车去上学喽。绿色的车是我小猫凯迪的，用钥匙打开车门，开车去上学喽。红色的车是我小猪佩奇的，哎，我的车钥匙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哼，那我还怎么开车去上学呀？不行不行，我要赶快找一找。大黄牛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车钥匙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吃的是棒棒糖。大老虎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车钥匙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吃的是薯条。大鳄鱼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车钥匙吗？对对对，我嘴里吃的就是你的车钥匙。啊，车钥匙是不能吃的，你赶快还给我吧。可是我的肚子太饿了，我没有东西吃。那我来给你做一个大汉堡吧，先拿一片面包，再挤一层奶油，接着放一片牛肉，再放一片生菜，再放一层番茄，再放一片芝士，最后再放一片面包。快看，大汉堡做好了。哇，这大汉堡看起来好美味呀，我现在就把车钥匙还给你。太好了，我佩奇终于找到车钥匙了，用钥匙打开车门，我也要开车去上学喽。